好，我是林好，我在。今天是我们在东京的第四天，没错。今天好冷哦。我们一天比一天冷。对，一天比一天冷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早上10点左右，我们来到了竹地市场。我们目前到日本都还没有吃到什么海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孕妇的关系。我想说，两位男性应该是会想吃海鲜的，就带他们两个一起来竹地市场这边逛逛。那我们就是看到什么想吃的就买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工吧。OK。走进来，因为我们刚经过的时候就闻到它的烤虾子的味道，好香！它就在现烤炙烧。然后我们刚刚原本进来里面只有一组客人哦、喔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进来呢，直接客满。我们带财嘛，80%外国人。我们先上了这个生蚝，它这是完全就是生的，然后会给你这个是柠檬，然后这应该是酱油吧，还是醋？醋就是给你去腥味的吧。这是你的早餐，第一口。早餐吃这个会不会太 heavy？ 早餐是很屌。哦，你看起来很简单，吸进去了。我吃得出来蛮新鲜的，但是我觉得紫苏叶我不喜欢。啊，你不喜欢紫苏叶的味道？对，太重了。啊，很腥吗？我也很腥，真的完全不行。我在吃生蚝的时候来了一个烤螃蟹。它就是用一个蟹壳，然后里面放一些应该是蟹膏、味噌之类的。哇，它好香哦。它中间感觉有一些蟹肉，然后旁边有一些膏这样子，把它混在一起吃。哦，它蛮咸的，蛮咸的，很鲜很咸，然后想配饭。这样是韩国的蟹膏，它如果上面配饭，有一种那种感觉，蟹膏饭。对，我刚上来了，很厉害的东西，哒哒。这不是龙虾哦，是大虾虾。然后这个是扇贝，烤扇贝。那烤扇贝很大哎，比例尺一下，它很大耶。难怪我第一次做很爽，还好 Q 哦、喔，就很嚼劲啊，好甜，真的好甜哦、喔，甜香鲜甜的感觉。接下来我来吃它这个烤大虾，它肉好厚哦、喔，你看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蛋，烤过的那个蟹虾壳超香，超香的，哦耶，哦耶，好吃。很好吃哎，它烤得很刚好哎，肉很厚哎，它那堪比龙虾的肉哎，比有一些龙虾更好吃，有些龙虾会太硬，但它很刚好。这家在竹地市场里面，我们把它推荐给大家，吃得很爽，但价格没有到很便宜。竹地市场这边应该价格都不会太便宜，因为这边算是比较观光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来看。在台湾吃不到，很赞。吃着玉子烧，它这个就是现做的那一种，然后但是是要稍微排一下，因为还蛮多人的。我大概排10分钟左右。对，蛮快，因为动作很快。看起来很好吃。尝一尝哦。它看起来像什么蛋糕？这一份玉子烧一份是150块日元，换算台币大概60-70块。我好喜欢啊，超甜呢，很甜。然后很软，很像布丁，跟台湾吃到的玉子烧不太一样。但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而且热热的吃很爽，也有味道，味道蛮重的。然后我们刚刚吃的那个玉子烧旁边这边有一家是在卖和牛的，也是蛮多人排队的那种。我发现只要在这边有什么现做现烤的店家，都很容易会排队。我们刚刚就在这家和牛店买了一串这个 A5 和牛，这串是不便宜啊，这串要3000块日币。对，3000块日币，蛮贵的。然后我们是就是选胡椒盐巴，单吃它的原味。你看它这边 ，Oh my god， 看它会滴油滴汁哦。好软哦。我要吃一块。很软。对，它肉是怎样？很油香。对啊。它喷汁哎，它会喷牛油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吃刚刚好，不会太腻。好好吃哦。一串就够了。三个人分着吃刚刚好，我吃掉了。好，你吃掉。哦。我好像要吃什么和牛果冻，我觉得吃第二块就有点油了。因为三个人分一串刚刚好。
OK， 我们现在随便走进了一间竹地市场有卖冻饭的地方。我跟我弟超想吃生鱼片跟冻饭，大家真的就是随意走哦。对，我说看看随意走会不会踩雷。这个是我点的冻饭，它因为它什么都有啦。这一碗是多少钱？4000块日币。4000块日币，这样台币是多少？800，很贵耶。800多。在地点是鲑鱼，鲑鱼卵跟尾鱼泥，这是多少？2000日币。比较合理的价格。我要来先吃生鱼片。这个应该是鲑鱼哦，鲑鱼。日本还没有很认真的吃过一口生鱼片。哦，这块鱼看起来还不错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比我想的好吃哎。啊，你不能吃，好可怜哦。来吃下鲑鱼。鱼本身吃起来味道比较甜一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产地的关系，但是在日本目前为止我所吃到的海鲜都是不错的，产地优势。为什么要吃它冻饭？就是我想吃它醋饭。醋味没那么重，偏黏，然后微温。我吃看看，我可以吃饭。它饭好吃哎，它饭很 Q 哎，而且真的味道很酸。我觉得它饭好好吃哦。我这家不雷啊，但是就是价格，我觉得应该是观光价。哇，我觉得这一碗的价格它应该贡献很多。哦，甜虾，看起来有爽哦。好爽，哇，好可怜，你一条都不能吃，我想给你吃，你都吃不到 ，so sad。我等一下要选一家高级的吃。我觉得来日本啊，来到竹地市场，你想要吃生鱼片，可以吃，而且还蛮多间都有在卖的。然后如果你在意价格的话，你稍微比个价。我们这一家的对面是有点像是那种鱼摊，它旁边有摆桌子，你可以现点，然后它直接帮你现切生鱼片，然后你就站在旁边吃。没错，那个一口大概500-600块。只是要排队也麻烦的。我们吃的是这一家，然后我刚刚说的就是对面这个，有点像是鱼摊。然后旁边可以直接买一碗一碗的生鱼片，然后站在那边吃。这好温暖哦！我们刚刚买了这个叫做鲔鱼烧，它就是一间小小的店，然后就是一个婆婆。鲷鱼烧跟鲔鱼烧差别在哪里啊？外形不一样，这个外形是鲔鱼。然后鲷鱼烧的外形是鲷鱼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现在吃这个奶油的，哎，看到哦，有它皮很好吃的，吃一口。它的皮外面是有点酥酥，然后中间有一点点有嚼劲的感觉，很特别。它奶油吃起来很像起司哎，它也皮薄薄的，它的奶油就是那种台湾车轮饼里面的奶油馅啊，我觉得它的馅很多哎，然后奶味很重。我们还另外点了一个红豆的。它旁边那个边边也好好吃哦。那你吃边边就好，中间我吃。然后红豆也蛮甜的，它馅都给的不少。我看看，我试看日本道地红豆，它是有一点红豆皮、红豆粒一点点口感的那种。他们红豆好吃哎。好吃，我觉得比台湾的好吃。对，因为台湾的会觉得好像太多，然后太硬还怎么样的。我觉得它的皮有一点点像马吉的感觉。好喝。各位，我们本来想要来吃这一家，但是真的太多人了。这家也是竹地市场很有名的一家，可以吃什么牛冻，然后卤大肠饭。然后刚刚有经过一家饭团店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我想说来买买看，很香。然后我买的这个是明太子鲑鱼，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朴素朴实的一个饭团。这个200多块日币，第一口就是饭，它还有一点温温的。蛮好吃的，它的饭是那种偏软黏的那种口感，然后还是那种软软的，已经黏在饭上面的，感觉是日本的早餐。在台湾饭团都是用糯米做的，他们就是用一般的生米做的。它的饭旁边都是没有调味过的那种，所以它中间的这个料还蛮咸的，有一点点辣辣的，而且它用的这个鲑鱼是有一点点油脂的，所以是还蛮香的那种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也陆陆续续吃了好多家，这边其实还有蛮多东西值得尝试的。然后我很推荐大家来可以吃吃看这个和牛，虽然说很贵，但是
三个人分食我觉得差不多，然后很好吃。我到刚刚打嗝都还有一点那个和牛的味道。我觉得那玉子烧很赞啊，便宜然后又好吃，甜甜的，可以当点心吃。然后最后那一家牛洞有大肠饭，大家如果有来的话也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它真的排超多人，只是有点可惜我没有吃到。那我觉得这个足地市场啊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东京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值得来这边逛一下的。对，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话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。后续的行程呢，我们都会拍 vlog， 大家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道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